知道功德是怎么来的吗？功德称为累积而来，帮众生开个门啦，拿个板凳啦，哎呦，记上0.2%，给人家端碗饭做一个菜，哎呦，记上0.5%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帮人家拿一样东西，人家想不通了，哎呀，不要想不通了，来，我跟你一起来看看白话佛法，